首支《老歌来了》，邓紫棋亲自下厨煮爱心晚餐，最后连她也入镜了，网校被骗惨了。巨费小天后邓紫棋 GM 最近新开设自己的新频道，还上传了第一支《老歌》分享生活点滴，但影片结尾却突然撒糖，闪瞎一大票网友。邓紫棋宣布开启新的 YouTube 频道后，上传了首支 Vlog 在洛杉矶第一次当厨师。只见影片一开头，她到当地超市进行采购，准备自制肉酱意大利面。买完材料后，她还有模有样地炒起酱来，开心直呼太香了，更自豪自己根本就是天才儿童，模样逗趣又可爱。而邓紫棋最后更抛出成品，但画面一转突然倒带，原来一切都只是假的。美食背后的大功臣是邓紫棋的男友，他还甜蜜地称呼男友为 Master Chef 妈儿哥。影片揭晓，原来所有步骤都是妈儿在做，只见他认真地切菜炒酱，架势十足，邓紫棋则在一旁袖手旁观。两人猝不及防的放闪也让网友看了直呼，后面成功让我吃了一顿狗粮，你跟妈儿很甜蜜哦，有个会做饭的男朋友真幸福啊，妈儿哥男友力 MAX。 以上所有资讯皆源自光明日报，所有图片皆取自影片。